你好，我是一普通话的张山。Now let's begin. A. 可以升为商务舱吗？B. 很抱歉，商务舱已经满座了。A. 可以升为商务舱吗？B. 很抱歉，商务舱已经满座了。OK, this is today's 普通话，明天见。